各种家庭称谓都清楚标注，念法一目了然。中研院台湾历史所和清大以及多所跨国学校组成的研究团队，在菲律宾圣多马斯大学的档案馆中找到一份珍贵的史料——漳州话词汇。它的词汇分类很好，有关于闽南人生活上、漳州人生活上所会碰到的各种事物，都透过了这个词典来留下来。西班牙曾经统治过台湾，西班牙的资料事实上是对整个东亚史跟整个世界史都是非常重要的材料。漳州话词汇年代是西班牙殖民时期，内容多达千页，近两万个词汇，除了有西班牙文和拼音之外，难能可贵是连汉字都有记载，仿佛是穿越时空的录音笔。比如说彗金星，火金星，听起来是这个有点熟悉，对不对？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台语的这个萤火虫，彗金钩，这些语言学的东西有时候可以看得出来那个变化，甚至有一部分的词汇，甚至还有潮州音。找到它，并不是独占它，而是跟所有的这个学术界的朋友一起去分享它。目前研究团队已经和圣多马斯大学签署合作书，希望能有更多历史学家和语言学者加入，把史料做更完整的剖析。大爱新闻黄一杰、许英豪台北报道。